尊敬的各位长辈，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下面的课程呢，我们继续我们的分享交流。首先我们请我们的点评老师胡晓林老师，掌声欢迎。当两个人在一起谈对象的时候，那时时刻刻呢想到的是我能够为对方做什么事情，但是当结婚证一领，这个章子一盖下去以后，那心情就变了。对方应该为我做什么，可能时时刻刻都是去要求，都是去计较，那可能夫妻之间就会有矛盾，会有冲突。那一对夫妻如果发生了10年的冲突，又如何能够把它转变过来呢？接下来我们有请来自辽宁丹东的曾祥平女士分享她的夫妻之间的故事，我们掌声欢迎。尊敬的各位长辈，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大家上午好。首先呢，非常的感恩我们的这次交流会，和我们所有的来宾，给学生呢这样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那我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关于家庭方面夫妻相处的内容。就是说自己学习例行弟子规啊之前之后的一些改变的情况，那向大家呢汇报一下。刚才啊我们也听到马老师啊讲到说夫妻之间10年大战啊，各位同仁们，我们有没有感觉到已经火药味儿来临了？那说到这个，哎，夫妻之间的相处呢，现在想起来呢，真的是啊，不堪回首。说到这个夫妻相处，我们说呀，都知道3天一大打，2天一小打，是我们常常听到的词汇。而对于我们夫妻俩来说呢，我是啊时刻准备去战争。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的先生啊他有一个坏的习惯，就是非常的喜欢赌博呀玩这一类的。因为他呢小的时候啊6岁的时候母亲呢就去世了。他这个家庭责任感呢就没有，特别的淡薄。哎呀，只要他玩起来呢，我一个人玩好了就全家都安了。所以呢我们的战争呢是随时等待发生。为什么呢？因为他出去玩的时候时间呢也是不确定的。他的工作呢是在列车段列车员。那大家知道他有3天上班3天休息，在家的时间我们碰面的时间就会多。那这个期间呢他就出去啊撒一切谎啊去寻找这个玩的机会，和他的工友啊和一些朋友。那他不撒谎我不让他出去啊所以就撒谎出去。那回来的时间也是不确定的呀，他有的时候半夜回来，有的时候凌晨回来，甚至有的时候上午回来，所以随时回来我们俩就要打架啊骂一顿，之后呢他就要休息。那说到这儿啊大家也能知道了啊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非常的霸气啊。那就回忆起来啊以前呢处对象的时候呢我们俩就处了4年，打
了几年呀，我们是97年结婚的，所以说呢第一年的时候还好啊，处对象都看对方的优点嘛，后来越熟的时候呢，彼此对方的缺点就暴露了，就发现了他赌博嘛，所以战争也是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了。那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吧，就是说结婚之前呢，我以前呢是做服装生意的啊，做生意都很忙呢，但结婚的时候收拾房子的时间就比较紧凑，差前三天了，还没差三天就要结婚了呢，我们在收拾房子的时候呢，我就连续骂了他4.5小时没重样。结果呢，我其实现在想起来，我先生他也很优秀了，忍耐的功夫很厉害啊，结果呢骂急眼了，最后呢把那个抹布一扔，你有玩没玩了，还结不结婚？我说结不结婚当然要结婚了啊，都通知朋友了，能不结婚吗？现在就去登记。然后我拽着他就去登记去了。走在道上我们两个还是绷着脸的，照完相呢，那个人家说哪天登记啊，我们说后天，然后当时那个登记的人也说后天结婚，才来登记，我说是，我们俩都绷着脸。然后呢登完记出来了，拿着这个证呢，他就说在路上，他说你还骂不骂了，再骂我们俩就要去办离婚手续了。然后我说的先把婚结了再说，就要面子嘛。可是大家又会想了，那你处了4年你为什么还要嫁给他呢？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学习传统文化，人活的真的是很迷茫，就是沉浸在自我的那种意识当中啊。我想的他呢听话嘛，大家知道呢听话，我怎么骂呢他都不反抗，我就觉得我能掌控他啊，只要他能听我的话，我觉得我的生活就会幸福。然后呢又觉得我小的时候呢，我16岁父亲就去世了，去世之后呢，母亲领着我们三个女儿啊也没有再嫁，也是为了呢让我们呢不要受气那种的。然后就时常叮嘱我们呢，就是说女孩子家呀一定要稳重，不要让别人笑话，觉得你的父亲去世了啊，你再做出一些不正经的什么处对象啊什么一些事情啊，这样呢我就对不起你爸爸。所以还有那么一点点孝心吧，所以我就觉得找了他呢就应该嫁了他，又顺应了蔡老师说的呢，说你自己还不会游泳呢就想去救别人了，所以呢那个时候就觉得可能结了婚呢他就会好了。可是呢事实证明呢不是那样的，所以我们在这个结婚之前就打了3年了啊。那这个戳啊，结婚的大章一盖下去呢，我们想一想，那后面的战争是更激烈了啊！这个时候就看到对方的缺点呢就更多了嘛。所以说呢在后来的生活当中呢每天呢我们俩循环的生活是什么呢，就是除了上班以后就等待呢他就是去撒谎，然后出去玩，然后任何时候回来我们就背水一战，就开始战争。之后呢他也累，那我们知道啊这个很伤人呢，有气嘛哈。我们的那个钟博士也说过，水知道那个实力哈。所以说要休息，他就睡觉了，我就在那生气，然后就循环这种生活。那从这个我接触传统文化是从2001年，由于听到了这个王才贵博士说的这个孩子读诵经典，就是读诵大学中庸我们的45经，说对孩子的一生发展是有很大的作用，记忆功能啊，语言发展功能啊，思维功能啊，都能呢启发。哎，我看到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原来孩子能学习啊，那我在外面做生意，我就觉得我是一个母亲，要尽到呢母亲的责任啊，我即使挣了再多的钱，我不能让我的孩子的童年呢重新来过。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就放弃了生意。从2001年到现在呢，我是一直没有收入的。那我就做了这个全职的妈妈，去尽呢母亲这一份责任和使命。那半年之后呢，孩子效果呢是非常的好，那就同时呢也有很多的孩子们就来到我们家，就这样呢自动形成了一个孩子的读经学习班，那都是义务的，因为我觉得我也没有什么能耐，
就是自己的孩子教了，顺便带着大家的孩子呢，让我们的家长呢都能去对这一种理念呢有所认知，仅仅如此而已。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想啊，原来我做生意啊，不在乎他赌博呀，你输了我还有钱吗？那个时候标准是一个听话，一个就是不要好色啊，女人的嫉妒心，就觉得你赌一赌也行，反正我有钱嘛。但是呢，到这个时候呢，家庭承担的压力就更大了。那铁路那个时候呢，就是1800块钱的收入，我们还有孩子，还有一个儿子嘛。结果呢，我们的战争大家也会想象得出来，就越发的呢，贫乏和这个就是越打呢，就是越深刻。最后到什么程度呢？有一年过年的时候啊，他就输了3000多块钱。我们倒是所谓的赌博，我们家的水平没有说几万几十万，只是几百块几千块，但是对于我们现在的收入来说已经是一个很高额的比例。那这个时候呢，他输了3000多块钱，那么单位的这个钱如果是补不上的话呢，就面临着下岗了。那我怎么办呢？那个时候真的，后来我们过的那个日子啊，一个星期我们家就没有油，我们就天天下面条，就是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想想，当他把这3000块钱输的时候啊，我们家住在7楼，我们家的房子是天然的水泥地面，白粉子，连垮大白都没垮得上啊。搬回那个家住的时候，我把我所有的金货卖掉以后，安了一个双窗的铝合金和隔断，才回到那个家去住。那么7楼时间久了，房子呢就会漏掉。这时候呢，外头呢下大雨，我呢就坐在我们家沙发上，拿盆子接着，屋里头呢就在下小雨。我自己他上班了，这个饥荒就弄出来了，我怎么办呢？我就在那想，这日子啊太痛苦了。这怎么过下去啊？哈，而这个时候呢，快要过年了，妈妈就说呀：“啊，你怎么过年了也不去买东西呀？”那个时候妈妈动迁，正好住在我们家，说：“你怎么不去买东西啊？”我心里啊很难呢，我怎么说呀？因为在之前几年呢，我们俩一直战争。那结婚的时候呢，还没有房子，是住在跟我妈妈住在一起。几年战争呢，我妈妈也是啊，一直疲惫的跟着我们。啊，我们俩打仗他心里好受吗？但那个时候没学过弟子规啊，不知道亲所好力为具啊，亲所恶谨为去啊，所以就任由自己的这个脾气啊发展呢、啊、我就是我痛快就好啊，我骂出来我觉得我这个火气发出来呢我就畅快了，我就觉得是这样。所以呢妈妈呢一直就跟着我们在战争中度过。后来才知道呢，就是他得了一个头疼的病，就是老紧张，一打仗他就紧张，脸红，然后呢头就非常的疼。所以经历了那么多年呢之后呢，我就觉得这个时候啊，我就不应该呢再去呢伤害我的妈妈。那么我是04年呢看到了蔡老师的光盘之后呢，我才感觉到真正的传统文化呀是什么。之前只是读经，王才贵博士那个读经的理念，读诵经典背诵，只限于经典背诵那个地方，所以自己的收获呢也不是很大，依然沉浸在这种迷茫痛苦的生活当中。那从04年接触到蔡老师的这个幸福人生讲座之后呢，我就觉得这不是都在说我吗？然后呢我就呢04年到05年06年它也是一个逐步的过程，也不是说一看就去做，没有。但是呢在这个期间呢，理念呢知道了很多，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孝敬父母这一个事情，就不是那种字面的前几年教孩子那种字面的意思了，能理解一些。那在做的过程中呢，考虑到这么大的一件事情，我就不想再去伤害我的妈妈，我就不说话。后来妈妈就说了：“啊，你是不是不愿意让我在你这住啊？你要是不高兴呢，我就去你大姐家住啊。你看你们三口在我家住的时候，你们三口给我300块钱，什么都不管，没法管呢，因为还要他有的时候还要出去住啊，就是这样循环的这样的过。说的我在你们家住，那我给你200块钱吧，够不够？当时呢，我真的不想接受他这个钱。”可是妈妈呢就
也很那个，就是表达他觉得住在女儿家呢，有女婿在，好像一些事情啊，也是顾虑的很多，为我想的很多嘛。然后钱放在那儿呢，我们这200块钱呢，就买了几天的饭菜，几天就花光了嘛。那这个时候呢，妈妈又说了，你是不是真的不愿意，要不我就去你姐家吧，你看往年你还张罗的挺欢的，你说今年你怎么就不动呢？可是啊，我心里啊非常的难过，我拿什么动啊，怎么办？后来呢，妈妈一直逼问情况下呢，我就把实情呢跟妈妈说了，妈妈也流泪了，非常的难过，说哎呀，这么多年这日子过的哈，然后那怎么办呢，我又不能让妈妈操太多的心。然后呢，我就跟我以前的这个做生意的朋友啊，他们在批发那个冬天呢卖手套，我们家楼上呢楼下呢就是市场，然后我就说哎呀，那我就去摆地摊吧，卖手套吧啊。我就赊了一些手套呢在我们家楼下卖，每天呢三四点钟呢就起来赶早事儿嘛啊，三四点钟呢就起来弄三四个大包子从七楼啊自己扛下来啊，妈妈跟我呀送下来把这个摆上，可东北的天呢大家知道非常的冷啊，然后呢冻的那个脸呢都发紫了，手也拿不出来啊。卖的过程中我们有学弟子规嘛，别人说这个手套起不起毛啊，我说的不知道，这个手套是不是毛的，我说不是，然后人家都很纳闷儿，说怎么还有这样卖货的。可是卖呢这一早晨10块20块连本带利，一副手套才能挣3毛钱到5毛钱，棉手套才能挣1块钱，这到7、8点钟的时候也就能卖个10块20块，然后我说妈妈你拿着去买菜吧，就这样度过了那一段的难关。这样的时候呢，妈妈去买完菜上楼做饭，做完了呢下来换我，她心疼我，然后呢我再上楼吃饭，然后我再下来换妈妈再做中午饭，我要待到11、12点钟，因为为了多卖一点嘛。然后这个时候呢彼此好的时候呢，我就跟她说呀，我说你看展文，你要是不这么做的话，你说我们能遭这个罪吗？虽然这几年哈，就是说我们没上班哈，但是我们起码你就是工资，如果你不去赌博的话，我们也没有什么更高的物质要求，为了孩子们哈，我们都可以过。可是大家想一想，这个时候他说了一句什么话呢？他说你看看你看看，那大街上卖菜的卖水果的不都是人家的媳妇儿吗？当时我就觉得真的就像一把刀捅在我心里一样，我觉得你就怎么的付出都换不回来，我就觉得他是铁石心肠，就是根本哈，我就觉得我做了这么多呀。这大家也想，那你为什么不出去上班呢？那既然我要教我的孩子，我要学习呀，然后我又带了一群孩子，我不能误人子弟呀。所以呢就是这份信念呢就是在背后呢支持着我，不然我真的无法想象如何能走到今天这一条路上。然后呢我就从这次起啊，我就特别的难过伤心，我就觉得没有路了，好像这十几年撑下来的时候身心疲惫，不知道如何呢再往前走。走在路上的时候啊，我就是仰望着天空啊，就非常的痛苦，我就觉得怎么办。首先第一条就选择死亡吧，就正常的想法，而也听了蔡老师的光盘嘛，就是说我们有身有伤贻亲忧，德有伤贻亲羞，你不能去死。还有孩子，当我带孩子的时候看到那些单亲的孩子，他们非常的缺少爱，我不能让我的孩子缺少这份爱。我当初不做买卖的理由也是为了去让我的孩子有一个更好的教育，望子成龙，咱们都是有这个心念。所以呢死亡的路是选择不了的，那选择离婚吧，离婚呢也不能给孩子完整的家啊。听了老师的光盘呢又说呀，这个我们的家庭是社会的一个细胞，如果家庭不和谐了，就是在破坏世界和平。哎呀，不要说了，我都没给世界和平做什么贡献，我还能去破坏吗？所以对于一个学习传统文化的人来说呢，啊，离婚呢，也不是我们选择的路，也走不了。那再就是我们有目共睹的，现在当今的社会，我们找个情人吧，
啊，有人来关心一下安慰一下也是好的。可是呢，学习传统文化呀，我们这个妇德还要守。所以呢，我这三条路呢，哪个也选择不了。这个时候啊，真的是非常的痛苦。现在说起来，真的就像笑话一样。别人说这话你也敢说？我说我当时真的是那么想的。有的时候我都想啊，我如果不学传统文化，你说我就真的，你说有没有关心咱的人呢？也有，咱差哪呀？处对象就是这个目标。你说我长得也不丑，你说要能带我还能挣钱，你说我要你干嘛呀？啊，我还得养着你啊。然后呢，你就像就是说。像佣人一样把他踩在脚底下，就是像女皇一样啊，就是你怎么做啊，看着你的人，看着你的时间啊，看着你的钱啊，就是那样。所以呢，这个时候啊，上哪里去找找路啊，没有出路，真的很苦。当时处在境界当中的时候非常的痛苦。那我又一心钻在了圣贤文化里，因为之前有听嘛老师讲，但是04年到05年期间没有例行，只是在听，而例行的速度是迟缓的。比如说有一次我上课回来，本来一件事情就应该发生争吵啊，我拿凳子呢就往外拖着拿，拿完之后呢我就说又放回去重拿，然后他说为什么，我说哎，我们上课刚讲缓接连物有声啊，我的例行那个时候就是好像这么多年过来了，好像是接触了蔡老师的这个光盘之后也知道去做，但是就是做的那个动力不是那么大，就是想起来一句当时上完课了回来能提醒，该发火的时候没发火。他说哎，今天挺奇怪的，怎么没发火？我说我刚讲完言语忍分自明，我回来还能发火吗？他说哎，这弟子规现在还有点用啊，就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呢这个改变的过程呢也是呢循序渐进的。那讲到这个呢之前呢，大家也感受到了我是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当中。那学习传统文化之后呢，总结呢也是呢都是没有按的圣贤的这个路去走。比如说慎于始，当初择友的时候就没有择正确。啊，没有按的老师说的相识相知相亲相惜相爱的这个过程，就盲目的我执我见啊，自私自利，按照我的想法达到了我的标准，我就选择了他。这时候回想，这个痛苦的种子是自己种下去的。那么当走到这个圣贤文化路极端，就是走到自己婚姻极端的时候，没有出路了，而且理你也明了吗？你怎么办？嗯，该选择的正常人我们选择的路都选择不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一头抓进了这个，抓住了我们传统文化啊，就重新回来听老师的光盘。那后来几年陆续的，我们这些老师讲座呢，也都非常的受益。那在这个过程中呢，从第一声对不起啊，跟大家分享改变的过程。傲慢的一个女人呢，霸横的一个女人呢，换了东北话就是一个泼妇啊。说对不起是很难很难呢。那但是呢，我要力行，我要找到出路，因为老师说了，只要听话力行啊。我听了那个光盘里很多的事例啊，一些家庭啊，一些孝敬公公的事情，人家都做到了，我为什么做不到？我虽然呢不是庐江文化中心的老师，但是呢，我做的事情呢和老师做的事情呢是一样的。我要用那个庐江文化中心老师的那个标准来要求我自己啊，我是这样想的。所以呢，我要力行，我要去做，我要改变家庭，我要从传统文化当中呢寻找属于我自己的出路。那这个时候呢，就开始说把头低下了啊，对不起。他头一天又出去玩了嘛，回来都就半夜了，我就没跟他打仗嘛，然后就在这想老师的教诲，然后早晨呢起来就说对不起啊，好像也骂了他几句，然后说对不起啊，昨天不应该骂你。然后这下的他可翻了天了哈，小脖一扬啊，说哎，你还知道你错了哎。然后呢，当时我心里非常的生气，但还行，忍耐，我先从事项上去做。我们的胡老师昨天也说了嘛，了凡四训讲有三个面嘛，先从事上改知道理了之后就去改嘛。我心里就不服，然后呢真是考试啊，每一个境界来临看你有没有耐性。
他就说了，哎呀，你终于说对不起了哈，你还知道你错了，就非要把你的火啊给你勾起来不可那种的。啊，我心里就忍得神不说，我就在那擦地板。擦地板呢，他就一个劲儿说，还说了那么多的话哈，说你终于说对不起了，你早就应该说对不起了哈。后来终于把我说火了，我又应验了蔡老师的那个那里的主人翁，我把抹布一扔，我说你有玩没玩了？别给你点脸了你哈，你还撅真的你对呀。啊，我就这样哈。然后呢，我一会儿呢，人家又没有声音了，说还学弟子规呢，我上班了，棒，把门一关，然后他就走了。然后再就是从杨老师也说了，他先生回来怎么做，我们就学嘛。然后我也试验，他回来了，我就说啊，老公你回来了，辛苦啦，给他鞠90度的躬，就是照搬，把那个光碟里的剧情呢搬到我们家，搬到自己身上用。啊，咱们女人嘛，以前呢是那种很强悍的女人嘛，不会温柔。那现在学了怡无色柔无声呢，就要温柔的跟他说话。第一次温柔的跟他说话呢，他说哎呀肉麻死了，你还不如啊像以前那样，我受不了，你还是回到以前那个样子吧。但是呢我们知道啊，正确的路呢是要走下去的，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那在这个时候呢，就从这样一点一滴的小事呢做起。那又听到呢，去对老公公婆婆也是妈呀，这个地方呢我做的也不好。为什么呢？以前呢就为了，因为他们家穷嘛，啊，我就为了这个钱，他给钱给的少啦，又结婚怎么都没管啦，我就很生我老公公的气。然后呢，以前我就去了，和我大姑姐和我老公公就拍着桌子骂呀、打呀、说呀，啊，不知道你儿子都没结婚都没钱嘛，啊，你还怎么样的，就这样。后来呢，我听我先生跟我说，就他说我爸说了，你对象一来啊，我身上就发抖，我害怕他。所以呢，等后来呢，学了这个真正的去开始例行的时候呢，我就非常的觉得对不起我老公公。就是哈，以前可坏了，我和我们家先生打仗，我妈不是生气吗？我这口气就出不来，凭什么我妈生气，你爸离得远不生气？打电话，爸，那个快来，打仗了，不能过了。我老公公是一个大老实人，坐着车呀，胆胆虚虚的就来了，来了打他儿子，说别调皮了，哎呀怎么样？我妈妈和我说那叫打呀，还这样，就是哈。所以呢哈，就对老公公特别的不恭敬啊，就气他，就恨他啊，就是怨，就是恨，就是抱怨，天天呢就是苦水一大堆。其实日子是谁，就是自己过出来的嘛，不会经营啊。然后呢，等老公公那个什么的病了，后来得癌症了，得癌症的时候我就是非常的惭愧。那这临病中那一年呢，他病了期间呢，在医院里呢，我也去给他洗过脚，我们夫妻俩一人洗一只脚哈。等到过年的时候，我就听到这个老师讲去拜父母的事情嘛哈，我就想我的父母呢，之前几年我都拜过了，我的妈妈。然后呢，等到老公公这块呢就没做，想到这个时候呢，就觉得我应该去例行。然后过年的时候我们就去了。去了呢，我先生就先跪下，反正这几年也在家庭呢，这大姑姐呀，这先生啊，对弟子规，因为自己在动了嘛，他们也在改变，在慢慢的接受。拜下去的时候啊，真的是啊，感觉不一样哈，然后说感谢公公啊，把我先生啊带到这个美丽的世间啊，然后呢，又把他呢给了我。啊，让我过幸福的生活。其实那个时候我的泪水啊是哗哗的流，那个时候还在委屈呢，心上还没转过来呢，只是在事项上做事啊。我心里想，我幸福什么呀？我过得多苦啊！我还在跟你说我幸福，但是吗？我又觉得应该去做呀，那就去做吧。然后呢，那个泪不是感恩的泪，是委屈的泪。
啊，是假的。嗯，然后第二句话呢又说了，因为我天天教孩子们说，哎呀，拜父母的时候要说这三句话嘛，哈，教学乡长啊，你不做你也不敢站在那个讲台上再去带身边的孩子呀，哈，就是为了这一些，反正种种的原因，就觉得正确的就应该去做。第二句话是啊，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感谢呢父亲呢把那个儿子呢养大啊，我心心养大就是来左缩我的，就是来哈啊让我痛苦的，互相折磨的啊，就是每拍一句的时候哈、啊，泪水在流，都说的是违心的话。那第三句话呢？这句话是真的，祝父亲啊身体健康啊，早日恢复。可是呢，就这样一个假的动作，不是发自内心的动作，大家知道起了什么变化吗？那一年呢，我父亲是73岁啊，我老公公。我真的没想到，我们俩起来之后呢，我们三个还有我儿子啊，起来之后呢，我大姑姐啊，三个大姑姐啊，就依次的败下去了，然后呢，都留下了啊、这样的泪水。然后呢，也是、啊、感谢父亲的养育之恩呐、啊，啊，这个身教啊，真的是哈、啊，不用你多说话。我当时做也没有想到啊，我要去让他们学呀，怎么样？我自己还这么黑暗的心灵啊。然后呢，三个大姑姐拜下去，真的，老公公从我拜下去的时候，他的泪水就一直在流。那个时候癌细胞已经侵蚀到脑了，他的手都是不会动的那样的。那之后呢？更让我没想到的是，三个大姑姐拜下去之后呢，三个大外甥啊，都1.78米的大个儿啊，男孩，他们依次又拜下去。这个老大呢，说什么呢？他在北京理工大学，他说什么？他说，啊，感谢老爷把我妈妈带到这个美丽的世界啊，有了我妈妈，才有了我。你看孩子多聪明，他自己就给转化了。所以说呢。当时我们就哭成了一团，后来呢，我大姑姐说，哎呀，过年了，今天咱们不哭了。我老公公说，70多年了，我今天是最开心的一天。而这最开心的一天呢，作为媳妇儿的我呢，还不是最真诚的一天。就这样呢，我们过了一个所谓的很幸福的年。走在回来的路上呢，我三大姑姐说了，小平你真行啊，我去年就想给爸爸拜，因为三大姑姐是第一个跟我们一起学弟子规的，所以我去年就想拜，我就是不好意思，我真的没想到哈你能拜下去。然后呢，我们就顺次就拜下来了。可是同仁们，我们想一想，当第二年的时候，我们再想去拜父亲的时候，有没有了？已经没有了。我的父亲呢，他就去世了，所以呢，真的是啊，那份感受啊，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啊。所以我们呢，希望这一种遗憾呢，都不要呢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虽说呢，当时是不真诚的，毕竟呢，我们全家带领的这些兄弟姊妹和孩子们，还做了这样一个动作下去。我觉得你看兄弟睦孝在中在哪呀，我觉得就是当时他们不理解的话，现在回想起来他们也会有感恩的，毕竟他们活了这么多年还拜了一次自己的父亲呢。所以呢，从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兄弟姊妹的关系呢又进了一步的提升。那在想起来呢，就是说我大姑姐呢，我们现在呢也都是相处的非常的融洽。那真正的从心性上改变呢，它都是一个过程的转化。那后来呢，我们就不断的在学习和这个改过的过程当中。有一次呀，她又出去玩了。出去玩了呢，5点多钟我和儿子啊开始吃饭等他呢，他就没回来。没回来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段的时间改过了嘛哈，这个脾气啊和对他的要求的心控制的心呢就不是那么强了，就开始要求自己了。因为什么呢？没学传统文化之前呢，我觉得这个女人四德呀，什么好太太呀，我一个都没做到。那什么是女人四德呢？就是说妇容，妇言、妇功、妇德。
说这个妇容呢啊，容貌要端庄啊。那我呢，以前呢做服装生意也是非常的爱漂亮啊，也是花枝招展的。后来在家几年呢，又变得邋遢了，带孩子了嘛啊，所以对于这个妇容呢，也不是很严谨。那个妇言呢，就是说话呢要温柔。大家也知道，我以前啊不会温柔嘛啊，也没做到。啊，这个复工呢，家务活呢就更别提了。为什么不会呢？因为父亲去世的早啊，母亲呢就想把所有的父爱母爱都给我们三个，所以呢什么活也不让我们干啊，所有的家务啊都是他来承担。而且呢啊，就是我做生意比较忙嘛，他也心疼我，这些事情我始终就没有接触，所以呢这个复工也差得很远。就是说以前给他洗衣服吧，我恨他呀，我都不怎么给他洗衣服啊。后来我们俩就是说，你死不死活不活嘞，就是一个名义上的，就为了孩子名存实亡的一个夫妻生活，有他没他都一样，我就是跟着我儿子过，就是这样一个感觉。我跟我儿子说的话呀都比跟他说的多，因为儿子从小学弟子规嘛，我们俩共同语言呢，我们就是觉得他非常能理解我，给我擦眼泪的是我儿子，安慰我的是我儿子。所以说呢，我就觉得吧哈，这个复工呢做的也很不好。复德呢，我们一天发脾气把人家踩在脚底下。俗话说呀，男人是天女人是地，其实呢这个是不能颠倒的，真的是不管他是一个怎么样的男人，他终归呢他是天要撑着的，我们是地呢就要有宽容的心呢去包容。所以这些全都没有，学了传统文化之后呢，就感觉自己做得太差劲了啊。那这一天呢他又回来晚了，我该怎么办呢？我就跟儿子说呀他说那等不等爸爸了？我说得等到六点多了。我说那我们俩先吃吧那把饭呢等一下给你爸爸放到锅里去。然后儿子说，妈妈他是不是又出去玩了？因为呀以前有话呢也是毫不保留的在儿子跟前呢去说呢他父亲的不是。那老师也学习传统文化之后呢，老师也常常讲啊，你不能呢把男人的自尊呢全都给他踩没了。如果呢在孩子面前他还没有自尊的话呢，他就破罐子破摔了。可听到这个时候呢，我也觉得非常的惭愧。我儿子啊对爸爸真的是和我一样很鄙视啊。他觉得爸爸呢一点儿都不负责任，每天让我们过着这样痛哭流涕的生活。可是学了之后呢，我觉得我错得一塌糊涂。我本来还觉得我很伟大，我是一个很伟大的母亲，我能为了他顶着这么多的这个磨难也好啊，风险也好，还是说这个不理解也好。可是今天呢，学了传统文化之后呢，我觉得我非常的失败。我到底教给了孩子什么呢？所以我在调整对孩子的教育，我就说没有，你爸爸有事情，单位有活动，我就替他撒谎。然后呢，等到八点多呢，孩子就困了，然后我就把孩子，我说你睡吧，我等着他。然后呢，孩子还说，妈妈，他回来了，你一定不要跟他吵架。孩子啊，他也是啊，就是在这种吵闹的生活中，我们俩一吵架呀，他都怕得要命。但是这个孩子呢，由于我一手带大的呢，我们有在学习的过程中呢，他非常的孝顺，非常的听话啊，有很多东西呢都是我，因为他先做的嘛。刚开始只是知道让孩子学，我都是从我儿子身上学过来的。我觉得他都做到了，你说我当妈妈的，我上面也有妈妈，那我呢更应该去做到。所以呢，我把孩子哄睡之后呢，我就在平静的等着我的先生。要往常呢，我心里就急了，他能去哪呢？会不会输钱呢？日子怎么过呀？就天天想这些事情啊。再呢，就想的现在这个社会又会不会有别的女人勾引呢？哎，就想了好多好多，特别累。可是今天呢，我就在反省自己呀，我就呢，没去想这些事情。那在静静的等他的过程中，我在想什么呢？我在想啊，他也很不容易呀，他每天呢生活的也非常的痛苦啊。他愿意吵吗？他愿意天天就不像个人一样的那样的生活吗？可是我以前没有冷静下来的时候，我从来都没想过他，
我只想到了我自己啊。那老师也说了，自私自利呢，再发展呢就是竞争，竞争再发展呢就是斗争，斗争再发展就是战争，战争再发展就是世界末日。我走的就是这一条路线啊，没有选择这个仁爱的路线，大同世界的路线。所以呢，反省的时候呢，就想的冰冻三尺啊，非一日之寒，一个巴掌呢是拍不响的。还是我们这个妇德这方面呢做的不够，太太这一方面呢做的不够，所以呢一个大男人被咱们踩成这个样子了。那学习之后呢也是孩子呢就说呀，哎呀妈妈，咱们家现在怎么变成爸爸的声音很大，怎么听不见你的声音了，就是啊，这也是一个因果轮回呀。啊，当初你踩人家，现在你学文化了，你要忍吗？人家就站起来了哈、啊。但是呢，这个时候也是啊，心甘情愿的，啊，在等的过程中，嗯，我就在想啊，啊，他多不容易啊，在电脑跟前儿啊，他那个时候后来就玩网上网了嘛，我们家条件也没有网吧嘛，就上网玩的过程中呢，啊，我想受电脑的辐射，身体受伤害。啊，是不孝，身有伤贻亲忧。那么吃不好，他说在网吧的时候就吃面包啊啊什么的，喝水，白喝矿泉水啊。你说这个吃不好，然后呢对身体也有伤害。回来的途中呢，他还要想的我怎么撒谎，然后还要做好战前准备，怎么去接受老婆的骂，怎么打仗。然后呢回来那个就是他要从这些方面呢，我就体会到了他当时的心境，我觉得他非常的可怜，非常的不容易。我就觉得吧，以前说一句话说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这时候我才体会到这一句话的含义。当我们能想到对方的感受的时候，我们还有怨吗？我们还有恨吗？所以呢这个心呢就一下子啊柔软下来了。我怎么知道他在网吧呢？我不放心呢，怕他安全，还要担心会不会有什么安全上的事情，经常的晚上不回来，这个心就是提着嘛哈。我就呢派我姐家的女儿啊去上他常去的那个网吧呀，去搜寻一下他在不在那儿。然后呢我姐家孩子呢就说啊，二姨看见自行车了。我说好，继续往里头走。二姨，一楼没有。我说上二楼，因为我从来没去过网吧，我不敢去。然后上了二楼呢，他说二姨，我看着我姨夫了，怎么办？要是以前的我，我就立马冲到现场把他揪出来，大骂一顿，把他提了回家，然后继续打。我就是这样。然后这个时候我想，我还能冲到那儿吗？我还有妇德吗？我还能例行弟子规吗？我不能了。然后那怎么办呢？后来呢平静了一下心情，然后我就说呀，我说好了，知道他安全就好了，你可以回家了。所以呢就在家里等的过程中呢，我就在反省这些事情嘛，又想到了他的体会的时候呢，心就平静下来了啊，就没有愤怒了，没有怨恨了，就不是那种恨之入骨的了，就觉得他非常需要我的爱。那我呢就一直静静的在那里等他。这个时间也是一分钟过去，一分钟过去，忽然门嘎哒一声，我第一反应动作看了一下表，11:45。然后呢他回来之后呢，我就在屋里装着睡着了。我等了那么久，他怎么还不进来？洗漱也应该完事儿了，我就出去了。我看他躺在沙发上，然后我说你回来啦，你怎么不进屋睡呢？他就在沙发上又开始演戏了，他说啊，我喝多了，在别人家睡了一觉啊，刚回来啊，就是啊，我在撒谎嘛，他肯定是在路上，他要想用什么理由回来应付我哈。然后我当时也没觉得可笑，我真的就是那一种心疼他啊，我说好，我说喝多了也没事，我说你是不是没吃饭呢？我说那锅里还给你腾的饭呢，拿给你吃啊。然后他就说啊，不用了，我吃的很饱。他说的哈，然后呢我说那咱们进屋睡吧。他说啊，你别吵吵了，我就在这睡一会儿就行了。他想的就能逃过一劫嘛，他不进来了，我要是睡着了，他不就逃过去了吗哈。然后我就说哎呀，冬天没来气儿的时候，东北的房子是非常的冷啊，我说哎呀，现在还没来暖气，你在这睡呀太冷了。我说咱们进屋睡吧。
这个时候言语呢就柔软下来了。所以从中我感受到啊，成于中行于外这一句话呢啊，也有深刻的体会了。以前也说那都是假惺惺的，那都是真诚没达到这个至诚啊，所以说呢别人感动不了，他也接受不到你的这一份真诚。你看当你的心真正的柔软下来的时候，你的言语跟他说话那就是非常的自然，他自然就能接通这一份真诚嘛。然后我就拉着他，我说咱们进屋睡吧，然后就进屋了，被我拉着进屋了。进屋之后呢，我就把脸侧过来了，不要再去跟他说任何的话，让他的心平静一些，我就装着睡着了。结果他怎么样，他翻来覆去说，小平儿，你打我两下吧。然后我说啊，我说打什么打，都困了快睡吧。然后其实我能睡着吗，我心里就是那种心疼他难过，不是恨他的那种难过了。然后他自己呢就翻来覆去的拿着我的手，把我的手抓过来，这样的咚咚咚打了他三下头，非常的使劲儿哈。然后我说哎呀干嘛呀，快睡快睡吧。我又装着睡着了，他起来了，穿上衣服了，走到外地去了。这个时候我就没有跟着出去，我也给他一个啊这个平静的空间，而不是一进门就是吵啊骂的。三点钟，凌晨三点他回屋了，四点五点我又该起床了，照顾孩子了。如果以前的我会是什么样子呢，我就呢五点四点也会把他提溜起来，起床起床，送孩子买菜做饭，你不是能玩吗，你不是不困吗，那你就别睡了，就得折磨他那种的。可是今天呢，我想的是什么，我想让他睡吧，睡醒了他自然会醒的，我不要这样去啊去强迫他呀，去折磨他了。我已经啊觉得太对不起他了，这么多年来我真的没有给他什么关怀什么爱，我只是恨，我只是怨，我只是在这个苦水当中过。所以呢我起来给孩子做饭，把孩子呢啊收拾啊，让他上学。那孩子起来就问了，爸爸几点回来的，我说你刚睡一会儿他就回来了。我要替他在孩子心中呢重新树立一个男人的形象，父亲的形象。然后呢孩子就说，妈妈等他醒了你不要跟他吵。我说我不会吵了，我说我什么都不说啊。然后呢孩子就说了，你什么都不说也不行。我说为什么不行啊，他说道不归过两亏，你要劝他善相劝得接见啊。因为啊孩子啊也有学习弟子规嘛，这么多年。那这个时候呢我说好的好的。所以后来十点多钟呢他起来了，我大姑姐来了，然后他跟我大姑姐说，哎呀我太太现在做得非常的好，我都挺佩服她的啊。然后说呢我做得不好，然后大姑姐还说你给没跟他道歉呢。所以这样的一个事情就很平静的解决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真的就和他的心呢通上了。其实我不知道是因为这一件事情他感动的，是后来他跟我的朋友说呢我才知道的。因为我们在做着做着的过程中已经习惯了，就觉得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从事项上这个就属于心性上的转变了，过渡到这儿了啊。心性上当你觉得不自然的时候，他感动的时候，这个才是最真正的改变。而不是说我们做一个样子啊，希望去感动他，不是的。因为我做了很多的样子，很长一段的时间样子，人家依然没有改变这么大。而今天一个很正常的，对于我来说很正常的举动，很正常的行为，反而呢他改变了。从此呢他就撒谎也不撒了啊，这个酒这个烟也戒了。然后呢就跟我们呢一起呢来学习呢传统文化。那我们家呢现在是什么样子呢在跟我们不断的学习过程中，我们也有到社区讲课呀，到大学里讲课呀，就是跟大家分享我们的传统文化。他就呢帮我们送书啊，运书啊，送材料啊，反正是跑腿的活呢他全干。而且呢他呢也给我母亲呢洗过脚。第一次洗脚的时候啊，哎呀真的是那个场面也很难忘啊。他去请妈妈也是不好意思呀，鞠躬没鞠到90度，说妈妈请你去洗脚。然后妈妈说哎呀这怎么好意思啊。然后儿子就说了，爸爸你不真诚，你鞠躬没90度。然后呢他又呢
90度的给妈妈鞠了一个躬，把妈妈请到了水盆旁。给妈妈洗脚的时候呢，妈妈也流下了眼泪，因为妈妈跟着我们同时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度过呀。妈妈说呀，哎呀，我的后半生啊有着落了，有人呢能养活我了。所以啊这个力行啊是非常重要的。而他呢跟我们出去讲课的时候呢，甚至说在济南的幸福人生讲座的这个大会分享上呢，也给大家分享了这一幕。他说呢，这一声妈呀再叫起来的时候呢，和往常呢是不一样的，真的是、自己的妈。是说我们双方老人呢只剩下这一个妈妈了，我们呢一定要去呢尽孝啊。所以说呢在我去年去庐江文化中心学习的时候2个月，然后他就跟妈妈给我打电话说，小平你放心吧，我给妈妈洗脚啊，妈妈不让呢，他就说妈妈你让我洗吧，小平要走2个月呢，我替他给您洗脚。就是这样。那这一次大会呢本来呢他也有来，也想跟大家呢见个面。那由于呢时间的关系呢，他20号早晨4点半呢来到了我们的大会，来到了我们的唐山啊。结果呢，我们的这个我的课程排在最后一天，他就在门口呢当义工，给大家拎包啊，往里头送几组几组的，哎，也笑得非常的欢喜。只要有我们传统文化的行列里呢，都会有他的身影，而他的身影呢，都是在背后呢默默的付出。所以呢我们呢妈妈呢也非常的支持。妈妈说，我不能出去给人家讲课，但是我能解决你的后顾之忧，我帮你照顾家照顾孩子，你好好的去让更多的人呢都走入幸福美满的人生。所以呢，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家现在呢也是一个小小的学习氛围非常的好。这个弟子规的事业呢成了我们全家的事情，我们家庭的事情已经很和谐了，很幸福的。那最近2、3年认识我的人呢都会非常的羡慕啊，说你看人家这三口人呢多幸福。岂不知啊，10年之前刚才跟大家讲的这一些痛苦的生活。那么回顾这10年多来呢自己的一个亲身历程啊，就跟大家说一句真实的话，我这样一个痛苦的婚姻，这样一个失败的婚姻，都能从传统文化中呢，只要你去力行呢，都能走入到像今天如此幸福美满的家庭，还有什么样的事情改变不了呢？所以说呢，就是命运呢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我们呢不要再走这样的弯路，要追寻呢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的一个学习的次第。只要我们肯做，学一句做一句，我们就能有喜悦，我们就能有收获啊！所以呢，也祝在场的各位呢都能走上幸福美满的人生。谢谢大家。好，我们请胡老师点评。听得非常感动哈。昨天晚上有那个。有同学提问题，如果学弟子规成了小绵羊以后怎么办？这位老师学弟子规，他原来没学弟子规之前很厉害，是女皇。他获得了什么？一无所有。他今天学了弟子规，他能把男人征服，能把那么一个浪子他拉回头。他是绵羊吗？不是绵羊，女英雄啊，女英雄。学弟子规的人都是英雄，因为他能把境界转过来，不容易啊。这个老师在汇报当中啊，有2点我觉得要注意。第一点就是他骗儿子，这个凡出言信为先，跟他这一条我们应该怎么看？失小信而护大信，是真信啊。所以人不能死在字眼里头啊，这叫什么呢？非信之信，非信之信。他真是没有讲真话，但是这真正的信，这个维护了先生的面子啊，这个树立了先生在孩子心目中的这个威信和道德啊。所以这个是在学习弟子规的时候一定要活学活用，
是活活剥剥的一个东西，千万不能走上机械化的道路。第二一个，他的转变，他说了一句话，大家注意到没有？我没有觉得什么，他就转变了。自度才能度他。当《弟子规》变成他的生活的时候，当他那个爱心恢复，他都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先生就变化了。最后他总结出来，可能就是因为我的爱跟他通了。所以说这个世界特别奇妙，当你越不知不觉的时候，它就发生变化了。就和我们夏天晾毛巾一样，我们越想让这毛巾干吧，它就越不干啊。当你呢睡醒一个午觉出去拿那个铁丝上的毛巾呢，哟，什么时候干的，它已经干了啊。所以润物细无声，自己转变了，对方就转变了，这是第二点要评论。第三点呢，我们这两天一直在谈这个真心啊，和妄心，我们妄心谈的少。为什么会有离婚这种现象？原来是非常恩爱的一对夫妻，没有一对夫妻是因为恨而走向婚姻的，是吧？爱，都是因为爱。为什么爱最后就变成不爱了呢？古圣先贤说，这是妄心。那么什么是真心呢？真心离念，真心里边没有念头。妄心里边呢，三字经上说的七情具，喜怒哀乐爱无欲。那大家就说了，那你说这人没念头多没意思啊，过这一辈子有意思吗？今天这么多老师的分享，这就是念头的意思啊。那么真心离念它是不是就没有作用了呢？中国传统文化对真心，我们也叫自性，它的作用，它的样子，它的功能，它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有详细的描述啊。真心不是没有念头，真心是没有自己的念头。那它会产生念头吗？会产生。什么时候产生念头？当你需要我的时候，我产生念头啊。你敢我应，你不敢我不应，这就是顺啊。只有在这种状态下，你才能心平气和，你才能智慧现前，你才能把境界当中存在的问题把握住，用智慧把它解决过来。解决过来以后又怎么样？没别的，幸福啊。谢谢大家。好，谢谢胡老师的点评。Thank you.